好，来看到一群来自花莲爱好校园民歌而聚首的五六级年生组成的民歌合唱团，今年度呢，在台东国立生活美学馆的促成之下，来到了台东演出，展现多首脍炙人口的校园流行民歌，并跟现场到来的立委刘兆豪夫妻一同来合唱，让台东乡亲感受到校园民歌的魅力。一群来自花莲爱好校园民歌的五六年级生演唱《归人沙城》，带领台下民众一同进入校园民歌年代。前花莲民歌合唱团首次到台东国立生活美学馆演唱，造成很大回响。今年度则在生活美学馆的促成下，再次来到台东，将大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民歌展现给台东乡亲。而台东生活美学馆馆长也特别小秀歌喉，获得大众掌声。有点东雄城好，有时东平好。那还有到这个在救火党活动啊，就唱如果啊，小小，还有如果啊，评剧啊，这些活动我会唱，因为我在带思想活动专门就是唱这种的啊。但是花莲合唱团更会唱。这次演唱会，立委刘兆豪夫妇也现身力挺，并与花莲民歌合唱团一起合唱《外婆的澎湖湾》，场面相当热闹。没有月亮追斜阳。花莲民歌合唱团历经大小近百场的民歌演唱暨公益演出，获得大众喜爱与支持。这次台东行也让台东的乡亲享受一场充满校园风的民歌之夜。记者韩启伦、蒋文杰，台东市报道。